你好，小高，甲大家报告一下我即摆手的状况。我拜三时阵去看医生呢，伊用迄超音波啊照我的手遮，啊一边照一边甲我讲，哦，这是滑膜炎呐，就是发炎啦。啊，伊嘛唔知为虾米会遐紧就肿起来，所以呢，伊就爱我抽血检查看卖，啊问我敢要注射，讲好啊顺续。伊的针就位只插落去，啊先抽血，抽了呢，佮换一支啊，佮注入去安尼，啊佮开。这药啊，给我吃，安尼，所以我就是吃消炎药啊，加注射安尼。啊，后礼拜三还阁转去，啊，即摆已经过两天啊，我即摆手变安尼。原本吼，干那只肿起来，只肿起来，啊，只会红红烧烧安尼。啊，即摆规个红到遮来，啊，即摆拢阁烧烧。唔知你讲正常？今日呢，阁有一件代志，是台湾的大代志哦，真正足重要。即卖伫台湾，查甫甲查甫、查某甲查某会当结婚啊，真正是恭喜恭喜！听到这个好消息呢，真正是非常的感动。我们后回再见，拜拜。